屏山国小曾成勋又一击出场内全垒打，他与连胜兴左二都是布农族，冲上前敲头的林玉安右二非原住民，准备击掌的林家靖是西拉雅族。记者徐正阳社。记者徐正阳花莲报道，高雄屏山国小是本届关怀杯最多元化的球队，阵中球员来自七个不同族群，包括尚在争取中央政府认定的西拉雅、大武隆、马卡道三族。总教练林金生不觉得有困扰，因为小朋友们融合得很好。屏山报名18人，仅两位非原住民，其余分属布农、阿美、卢凯、泰鲁格、西拉雅、大武隆、马卡道，族群数是本届各队之冠。林金胜表示，时代已经不同，小朋友的生活模式都差不多，彼此融合得很好，他带队不觉得有困扰，棒球队也没有任何限制，只要有兴趣都欢迎加入。林金生指出，屏山在左营区，往北不远就是台南，这个区域的原住民族群本就很多，学校因为原住民学生比例也很高，很积极推广原住民文化，只是很多原住民家里很少讲或不会讲母语，让小朋友越来越没有认识母族文化的环境。